面可以给阿伟带来一些更有价值的一些帮助。相信糖糖吗？相信糖糖扣个一，好不好，家人们？糖糖不是说我跑了，我不管了，或者是我觉得，我放阿伟的任何事情，我不去怎么样，不是这样子的。哎，阿伟给我连麦，家人们稍等一下哈。哎哎哎，这不唐总吗？这唐总，晚上好。唐总，晚上好。晚上好，我好像很久没见你了，我跟你说话，我有点紧张啊。不用紧张，不用紧张。你看，你以前都不是这样子的嘛，怎么现在会变成紧张了呢？我怎么见你有点不好意思了？太久没见了。这好久不见了，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这个号一个新号，今天晚上第一次直播，人气不是很理想啊。没事儿，我看几天不见你，好像富态了，日子过得不错呀。是吗？是啊，这几天心情还不错嘛，还是吃得好。多好，他把该吃的都给我吃了，对，我把我，哦，原来。也给我，不是，你觉得我让他多吃点东西有错没有？没错呀，就是对，阿伟挺瘦的，要让阿伟多吃一点。我要把他的8块腹肌全部吃没有，跟我一样。你干嘛要这样？我说你干嘛要让他吃的像你一样呢？因为，这个比较胖的人为伍的话，都要胖一点嘛，要不然说，这个我们两兄弟对不对？是在一起的，别人一说，你是不是他是饿肚子的？你所有的东西都给我吃了，阿伟，这样子不好。我跟你说，吴总这个人其实身上有很多你值得学习的地方。阿伟，他又说我了，他现在开但始。是唯一不值得你学习的就是身材管理呀，阿伟。家人们，他们唐总的意思就是我胖。对吧？你说吴总身上这么多优点，阿伟你怎么都不好好吸取，非要吸取这点呢？他现在他天天带我吃夜宵，我这个8块腹肌都变成1块了，我这个拿过去。对，现在以前是8块腹肌，现在变成1块了，知道吧？吴这1块还总，不好你不能吗？这样呀！你不可以这样子哦。噔噔的下去，现在是噔就下去了。本来阿伟这个相貌加上这个身材，喜欢阿伟的人都排到上海去了。你这样一搞，就只能排到火车站了，都出不了市。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吗？你不可以这样子，你要对吧？你是不是你兄弟喜欢他的女生太多了，然后你心里不平衡，你天天给对，阿伟灌夜宵。不是喜欢他的人，我知道排到了上海，这个我们早就知道了。他有没有排到珠海？我说他有没有排到珠海？你就告诉他嘛，太紧张了。都要排到你家门口了嘛，你就说。家人们来，有没有？有，给我打个有，好不好？哎呀，好热呀，我们这儿。有那么热吗？有，我出汗了，我。不是你有看到没有？家人们有是不是？看到没有？哎，这个喜欢阿伟的人，这个真的是东南西北都有啊。你看，从这个这个北嘛，到了这个新疆；从这个南嘛，到了这个珠海；从这个西嘛，到了上海；从这个东南西北南东，从东嘛就排到了湖南。哎呀，来，我就问一下家人们，直播间家人们有没有来自北京的？肯定有啊！北方的北京的有没有？有的话扣个一，我看一下。有没有来自北京的？肯定有。不一定，我想看一下来自北京的扣个一，我看一下有没有。有，顽疾，唐总那边有。顽疾。我这儿有啊，我这儿有啊。
对，那上海的、北京的都有。有没有来自上海的？上海的扣个二，我看一下上海的。我这边就只有一个人，好像排到塔塔门口了，排到塔塔家门口了，是吧？哦，上海的就多，上海的就多。上海的多。有没有家人们？我问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有没有内蒙古的？肯定有，我都知道有的。内蒙古扣个三，内蒙古的扣个三。内蒙古的肯定少吧？应该有，内蒙古的有。湖南的，对，湖南的肯定有的，家人们。你家就湖南的嘛？对呀，我就叫湖南的呀。湖南的就在它上面有吗？洛歇冈。洛歇冈是内蒙古的。有一个，它那边有没有？它那边，它那边有，它那边白云哦，它那边好多内蒙古的哦。它那边好多内蒙古的。我这边好多，你那边有多少人啊，阿伟？差不多，就差那么一点点。怎么了？你们在笑什么呢？我野的都快出来了。哎，你们怎么我回一趟广东，你们现在都开始拿我开玩笑了呢？咋？没拿你开玩笑，没有开玩笑。谁敢？谁敢？我这边就6000多个人啊，现在。这人气，我说不用那么多，就1000个就差不多了。他们刚才我跟官方叔叔打个电话，第一他没有500个就上不去，第二我生气了之后，他就直接给我杀了6000个人。我的天哪，那你直播间6000个人很正常呀，平常不都6000个人？我以这也大前直了，播间还1万个人呢。这是小号的嘛？今天才第一次开播，然后第粉一次丝开播6000个人可以了，阿伟，你这么大啊。个网红，你还想啥呢？可以了，知足点儿。知足了，知足了，马上7000人了，6900人了，来打一把，杀人！奥利给，奥利给！哎，那个回来我好好做一做那个抖音。我现在有想，我觉得咱们公司现在都是你们一帮大老爷们儿，就是比如说像那种什么女性用的东西，根本你们都不懂，有时候去指导，好吧。然后这块我多用心一点，然后以后我是想着女孩子那些东西的话，然后等我慢慢的借着你的力，借你那6000人，你就分我1000吧，分我1000就行。然后我好好的把咱们公司的整个电商啊，女性的这块好好宣传宣传。大气一点，付你3000。哦，这对，付么你大三方呀！千。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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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就行。1000怎么行啊？1000直接付你3000。别分我分你的，不都是一家人吗？对不对？都是一回事。那我们后期的这个女性的一些那个产品，第一个就先寄到你那里去，对。好吧？可以。什么？哎，对，那些什么，那个啥，你就来展示嘛，好吧？对呀，然后多省钱呀，我这又免费，是不是？对，你有 S 型的身材的嘛？那必须得。你看过吗？你就知道 S 型。没看过。你没看过，你就在这吹，你这说不话，人是，家还以为你看过呢，好不好？那这个 S 型身材，明面上就可以看出来对呀。呀，对呀，不一定要怎么看呀，那一眼飘过去，这就看得出来那个 S 型的嘛，对对吧？呀。不走就老是看你，我就哎，不走这是叫什么鞋啊？这叫 L 鞋吧？欢迎727姐姐。吴总这种身材叫梨形。梨形。我这种呢？我这种叫什么鞋啊？你这种，你这种叫理想型。我以为这种叫好看型呢。原来你叫理想型，理想型标准的，标准的，就是人都有理想，对，你却刚好是，对，你是所有男性理想的身材，知道吗？所以你叫理想型。对，就是说很多男士都想也羡要有慕的喜欢的类型啊，就是理想型，知道吗？最理想的模特身材，你千万不要再跟吴总吃宵夜了，他想把你跟他变成一样的梨形，其实很多
很多很多商家都找我做这个模特儿，但是我说我不做，我不做，我都拒绝了好多。什么的，他们就给我联系我，他们说你这个身材不当模特儿可惜了，身高这么高哦，这身材这，那颜值也 OK 的嘛。他们老是联系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吃这口饭。不是，很多家人们在你们那里为什么说我是冬瓜型是什么意思？家人们是什么意思？你们告诉我好不好？就是从头到脚是一个宽度啊，没有那个看。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叫那个我最喜欢的 Oligay， 他说的这句话就很意思。你的意思是，就是这个让阿伟不跟我吃东西呗？意思是我吃东西。因为你天天吃宵夜，你让阿伟天天跟你一起吃宵夜，就喜欢他的女孩子就变少了，他也会跟你一样没有女朋友。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啊你？他都到上海了，他都到那个珠海了，他都有这么多海了，对不对？他还担心什么？对不对？这里有个家人更狠，说我是水桶星。家人们，我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直播间人说要多管管吴总，吴总太坏了。家人们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啊，因为这个号是我西街的一个小号，以后我就用这个号直播了，然后呢也用这个号发视频，大家呢就没有关注我这个号的就关注一下那个大号老师那个什么像他们所说的老什么。老起来也不知道老那个什么老头那黑肥老师来那个举报我，所以就我不想用大号，我吸了一点，我想用个这个西号直播。你以后都用这个号直播了吗？对啊，这不飞给你吗？这不对吧，还要说什么你的我的，这就界外了吗？我们六七个人分五千个人给你。对，分五千个人。吴总我们三个都是一家人嘛，对不对？哦，吴总跟小王我们四个都是一家人，他是爸爸，你是妈妈，我是大儿子，小王是小儿子。谁是爸爸？哦，谁是爸爸？爸爸。我操，今天阿伟我就觉得他有点疯狂，知道吗？他疯了，谁是爸爸？谁让你莫名其妙给我找个老公的？谢谢你哦，谢谢你哦。再见吴总，我不要这样的老公。我又没有说是你老公，只是说我这热的爸爸。你是热的妈妈嘛，然后爸爸加妈妈就有了小娃。哎呀，我是后面来的啊，我是后面来的，我不知道。那你叫什么？那你是谁？你是隔壁家老王生的吗？不是，隔壁家老王来过你家吗？没有吧？我是爷爷都出来了。哎呀，逗死了！你别瞎说，阿伟你。开个玩笑，家人们，开个玩笑，新的一年，我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祝大家新的一年一路长虹，越来越好。嗯，是的。其实唐唐还有吴总，我们都是关系特别好的，很好的朋友。有些时候我们说话都不用去考虑什么的，对吧？就随机而说，就是有什么就说什么那种，知道吧？嗯。所以大家也不要介意，对吧？我们之间喜欢开玩笑。尤其是吴总啊，喝点什么8+1的，他就老是喜欢逗糖糖。吴总、哎、烦，阿伟，你这是你的哥们儿，你可不可以管一下你的哥们儿啊？对，你还记得吧？就是糖糖回去那一天，我们几个不是一起去唱歌吗？那吴总，哎，哈哈哈哈哈！你在直播间别乱说。哎，他说我射一下糖糖。不是，我说不用射了嘛，他自己知道回去。他说我射一下，射我射一下，射也射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后面也没有回来。家人们，你觉得他狠不狠？这个人好狠啊！他无中生有，他这个叫什么？无中生有，什么什么是非？我跟你讲，吴总，你下次不要这样做事情。
其实阿伟那天是怎么回事？是吴总喝不下了，他想跑，然后他找了借口要送我，要送我，然后结果送了我之后他就没回来。你让吴总，你让别人怎么想？对啊，你让别人怎么想？这不怪阿伟好吧？我那天晚上我跟你说，我回去之后我又不敢喂，我又睡不着，他来复去的，我就到底这个送这人也送的不见了，这我就有点想不通，知道吧？不是，我跟你讲，那天晚上吴总送了我之后，然后他说他不回去了，我当时就很担心，我在想，他夜了给吴总送酒了，你们牛，你们太牛了。他送了我之后，他就不回去了。怎么不去也孝顺大家？在场的人会怎么想？家人们，咱们出来评评理。就吴总来送我，送完我之后，他跟我说啊，我跟你一起，我也不回去了。我当时直接傻掉了，你知道吗？有没有这么说？我说的这个话，我天打雷劈。我们当面对质，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在想，完了，那他走了，我也走了，别人。